顾强，嗯，荣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司的事情我都听说了。我也是没办法才来这儿守着的。我去香山如幻的找王总，那王总又哭又闹，还要跳楼。我只能来找白雪，只有她出来澄清，所以说才能解决。你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。 可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。即便如此，你要好好吃饭。走，我带你吃好吃的。哦，可我还想再等一下。好吧，我陪你等。 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你等我一下。啊！雨很大，小心一点。 雨好大，你还好吗？没事，淋湿了吧？谢谢，没事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没事，快上去吧。我看你走，我再上去。好吧。嗯，那你早点休息。嗯，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拜拜。